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王 DIY。 看看这儿的天气和我们北方的天气是一样的啊，一到时候就下雪了啊，这个挺麻烦。一到下雪的季节啊，这个各家各户啊就要打扫雪啊，各扫门前雪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扫雪呢，得有扫雪的家伙事儿啊，家家都有扫雪机啊，就是铲雪机。没有铲雪机呀，这出行就挺麻烦啊。我经常给大家这个修一些这个铲雪机。这儿的铲雪机呀，一般的都是有电的啊，有发动机，有那个两行程，有四行程啊，有汽油机啊，各式各样的都有啊。大的铲雪机还有柴油啊，非常好玩啊。往下看一看我是怎么给他们修的啊。铲雪机啊，发动着了。先看看有电没。电嘴子，电嘴子不错。我常在想，应该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像你对我那么好，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，我的朋友。房门呢也是油门，进房多少，它就给油多少。每天在你身边苏醒，就连吵架也很过瘾，不会冷冰，因为真爱没有输赢，只有亲密。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。主要是这里面我愿意打破对未知的恐惧，就算流泪也能放弃，将心比心，因为幸福没有捷径，只有经营。
就到这儿吧。这个扫雪机啊，每家每户都得有啊，没有到冬天就挺麻烦啊。大伙儿看看挺有意思啊，喜欢点关注。好，这期就到这儿，拜拜。